表演就这么喘。其实他那个飞盘更厉害，对，花式飞盘，花式的是吧？来，哎，可是我想问他，那个边境牧羊犬的耳朵不是这样下来的吗？有两种，一种立耳，一种半垂耳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家的是好像有一半会垂下来。对，有一半，我家也是垂一半，垂一半，垂一半，垂四分之一耳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花式飞盘秀，好吗？哎，太好了。这种狗对飞盘球什么都特别有兴趣，哇，神情如燕，有没有？没有一个失手的那种，哦，睡着了。欸，这个主人也要很会抛啊，对，要互相配合的好。哎，啊，顶过去，哦耶，哦，跟他玩丢来丢去游戏，好可爱哦，妮妮，妮妮转，正正正，还会转圈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哦，耶，哎呦，这难度很高哦。看着我都兴奋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咦，哇，妮妮，二元，妮妮，妮妮，你不愧是台湾之光。嗯，你把他跟周杰伦比啊？周杰伦也台湾之光，这边境牧羊犬也台湾之光。妮妮，哇，太厉害了，灵活哦。嗯，他这种狗的。的脚程呢，非常的快，哦，漂亮！你看它，其实它眼睛都一直注视着主人，对，它眼睛不断的盯着主人，有没有？太爱飞盘了！耶！是是是。你看这要付出多少的爱心了？哎呦，要跟这个狗几乎啊，他们是全天候都在一起的。哎，可爱，这个可爱，顶点。滑倒了，滑倒了，滑倒了，太滑倒，太滑了，小宝贝。你看我这个人，你看他跟你一直较劲，一定要飞盘。这种狗一定要经常这样跑啊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哇，真快！你如果养在公寓里面，那它去挂掉了。而且这种狗，如果不这样训练它，真的是浪费它的天赋。对对，它天赋。它天赋就是这样子。对。哇！哎呦！妮妮，都差没差别哈。妮妮，哇哦，太专注了，你看它。很专注，一定要把飞盘咬回去。对呀，它捡回去给主人。嗯，睡，好乖，你看哦。哎，不给他。哎，不给你。哦，I catch。今天场地的关系啊，能够坐上的表演不得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多么的稳定哈，都没有被音乐或是我们巨大麦克风的声音吓到。他只对飞盘有兴趣，对很多动的东西很有兴趣。对，哇！哎呦，哇！很像花式的，你看。哦耶！边境牧羊犬不管他多累，只要他都还愿意玩，一直跟你玩。对，他兴奋度太高了。对，黄金猎犬的话就是开门一道。你查他来哦，帮忙开门啊！开门开门，欢迎光临，请喝茶。对呀，真的是。带他去你房间拿东西。好，掌声鼓励。耶！哎呦！哇哦，还有更多精彩的表演和不为人知的城镇广告后为您揭秘。对，我刚也特别注意到，你看这个昆童啊。你脸上都被狗抓到了，是被抓的吗？你这边被狗抓的，看那边，我们看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有妮妮，啊，你是跟你妹玩什么代志？是的，那高狗啊，它这狗已经像你的家人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有一段时间是不养狗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必须要面对别离，因为狗的寿命只有十来岁嘛。然后呢，到最后你终究是要经过跟它 say goodbye， 对，那个是非常痛苦的。是。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跟你的狗 say goodbye 的时候，还
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我的狗都还小。哦，是是。不过 say goodbye 以后，狗你心太疼，很多人通常都不再养狗。对，很多是这样。不过后来 OK 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我们也可以祝福那个狗狗嘛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让它去投胎。你看它好坚持，一定要在那边自己玩。搞不好它将来这个投胎变人，哎，变成你男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吧，他那么聪明，带他到公园去训练嘛，是吧？像那么聪明，是啊是啊，还不错，来掌声鼓励，再次谢谢我们老师啊！啊，好好，那最后啊，我们回馈给他们一首你的歌好了。今天准备别人的歌啦，谁的？西大调，西大调，好吧，一起来欣赏。来，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一百遍，每一次谈恋爱都成熟了一点。听见你打雷雨天，我才不妥协，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。甩甩我的头发，自我的很明显，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，把过去匆匆丢到那条抛物线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我要我的世界靠我最特别，感动家乡会很完美，我要我的直觉，天天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，我还是最耀眼。甩甩我的头发，自我的很明显，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，把过去统统丢到那叫抛物线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世界口味最特别，感动加上调味就会很完美，我要我的世界天天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，我还是最耀眼。我要我的世界口味最特别，感动加上调味就会很完美，我要我的直觉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，我还是最耀眼。哇，哎呀呀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还是要自把自己当作是最耀眼。最耀眼的巨星，谢谢。今天真的咬到舌头，想说跟比较不一样，所以都是唱时下年轻人常常唱的歌给大家听。也希望可以赶快听到你新的专辑唱。对啊，下次可以朝动感的路上发展。是啊，然后再加油。同时啊，永远不要忘记，在台北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这么多关心你的人在这边。谢谢，我一定到北京，我打电话给你。好啊，好吧，带你的狗出来配。好，再次谢谢陈彬真小姐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同时继续回答我们王牌大明。